最近有没有点忧郁的感觉？哦，好像有一点。有没有解封？好像正在找。那我有解药，你要不要？嗯，对 ，bingo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美国的 Ryan， 他跟拉斯维加斯政府这个用这个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协会的名义，跟拉斯维加斯政府做合作，就说呢，这个轻罪的人呢，犯轻罪的人，如果一颗罚金，他连罚金也交不起，那个时候就有几种选择，要么就是被抓去修马路，对吧？坐劳务，要么就是怎么样去做替代的什么事情，要么就是说政府说好吧，你什么都不是是吧？我这边让你选，有课可以上，你要选什么课？就让就跟拉斯维加斯政府这个 program 就成立了，就真的有这些人来上。然后这个 Ryan 现在一个礼拜三次还几次的早上，就在我们这个天元教室。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做啊，只要你愿意，大家都有机会。这来的这些人，我跟你讲，说的难听一点了，大多数你不能说完全，全部是大多数原先在社会里面都是属于问题人物。都是属于社会里面比较属于有点渣渣渣渣的那种性质，所以让本来这个来的这些学的人都是有那么看起来让他有点害怕了，是吧？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。现在这些有些人开牌了，你知道吗？生命改变了，原先都是每天这个醉生梦死啊，这个每天拿着酒瓶，就是像电影里面看的真的是酒鬼，有些很多都长这样。现在开发新生命，所以都感谢超级生命系统。所以这个还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正在进行之中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既然知道太阳力量转运法好，对吧？我们就让我们身边的人，让更多人受益，更多人改变他的生命地图。所以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可以共，大家都好，社会就可爱，都是因为爱，是不是啊？口号念很久了，是不是？那很快啊，让这个全天下有心之士啊，都能够大家齐聚一堂。那。我们的是什么世界大同？也许吧，快点进去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信心啊？